小珍啊，好久没有讲冷笑话了啊，哎，我来考考你一下哈。哎，这个阿公如果出轨的被抓到的话，哎，会猜一个颜色来。我就说你真的太小看我。怎样？这冷笑话那么简单，阿公出轨那就是祖母绿啊。哦哦，对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那我考考你，我考考你，你刚刚说阿公出轨要变祖母绿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祖母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，猜一个饮料。可乐。不是，怎么是可乐？珍珠奶茶。不是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那就是乌龙绿啊。哎，观众朋友，到底是诡计多端太难抓，还是你这些受害人哦？真的是道行太浅了啦！哎呦，真的是真的。哎呀，道行太浅，很容易就被骗了。